这是我第二天的早餐。那我现在要去，练琴。今天的早餐，然后这边都吃的超级就是健康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麦片。嗨，今天是。不知道第几天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录到第几天了。然后我现在要去，练琴。然后现在是大概早上九点多吧。嗨，早安。我现在去考一个那个钢琴的跳级考，考过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去上钢琴课这样子。对，我现在要去练琴，我现在背着小提琴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我中午买的咖啡，因为我今天很累。练完了，耶！现在是晚上七点，然后天还是亮的。对，还是亮的。
Square 这附近的店都是卖一些复古的东西。中午吃汉堡，晚餐又吃汉堡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